环球云视记者 Vivian 纽约报道，1月28日，第29届美国歌曲节歌唱比赛和参舞会在纽约长岛大景镇举行。最后，经过来自纽约和洛杉矶的专业评委们的评判，马库斯·西蒙内、玛利亚·罗尔丹和乔治·波普获得了本次歌咏比赛前三名，赢得了美国至意大利的往返机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四天三夜之旅。他们将在2024年坎塔马雷秀上进行表演。当晚，来自纽约意大利社区的歌舞演员还为来宾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热歌劲舞，活动气氛热烈喜庆。美国歌曲节是纽约电台制作人谢尔瓦纳·罗马尼亚的艺术活动遗产，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致力于创造一个精彩的表演机会，将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才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比赛中相互提升。该活动的后继者们传承了谢尔瓦纳的理想，努力为优秀艺术学生设立艺术基金，通过提供奖学金来提高他们的艺术才能。
云行全球，视通天下，环球云视。